你今天考得怎么样？这次没考好，题太多了。我没做完，你做完了没有？我都做完了，但是没都做对。错了2道题。所以成绩不会太好。语法题不太难，我觉得都做对了。听力比较难，很多句子我没听懂，我也不知道我做对了没有。我的词典呢？我没看见你的词典，你找词典干什么？我查一个词，看看我做，哎，我写对了没有？糟糕，写错了，是这个的，我写成。这个的呢？别查了，休息吧。快打开电脑，看看电视剧吧。我的衣服还没洗完呢，还得给我妹妹。回信，看电视剧，看完。看完电视剧再洗吧。啊，